他说咱们试试家里车能不能上啊，上不去的话咱今天可能就拆不了了。我觉得差不多，哎，能上能上没问题，刚刚好。他说这就是给你准备的，得拿安全带给他勒上吧。勒不上，这怎么勒呀？你不先跟后头陪着他吧？行，我跟后头陪着吧。我怕他。我也怕他，谁不是呢？Doctor 顺，听说你延保这个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？是纯开了吗？医院已经？是什么东西？延保，是保，延保就是医院纯开了吗？已经？不要说这些让我恶心的话。我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一眼你就知道吗？我明明是一个壮汉，为什么要去保这个名字？真是你个死直男啊！从哪来？到这儿弄出来，立马把这个把那个猫仔人挺乖的，先把我们猫仔一下来。兄弟，让一下，快让一下，让那头人，让那头。我不能从后头过去吧？一定要让我这么跑一下吗？对，为什么不从这儿过来呢？那你就往那儿一趴。愚蠢的人类，漂亮，你又要晕了，你知道吗？打针了。咱们再来一针啊！来了一针，咱就能拆线了。放屋里边，先冷静冷静。他要跑出去可就完了。打这针他还能跑吗？嘿，眼保真大。啥玩意儿？你可给我说人话。这已经在你们院流程开多久了？你确定就这样没事儿？你有事再说。你对我们温柔一点好吗？啊，我还得温柔点，温柔点怎么着？千万不要松手，不要松手，松手今天就这仨人都得死。从侧面打。刚才那真假的吧？真是刚才那真假的吧？我汗下来了。啊？我汗下来了。你站起，不给我停啊！不是，哎，问你个事儿、他今天还得穿着衣服是吗？对、那。我们明天咋给他脱？抓着衣服一撕就可以了。你给我表演一个。就这一个衣服你咋办？在家脱不了衣服吗？脱不了啊。你觉得呢？进他事儿啊，大哥。那你就今天就脱了吧。他也不闹，也不舔伤口。嗯。是吗？啊，可乖了，满脑子都是吃，而且还得要人喂。我靠，你们还有还能喂他呢？嗯。那只有我他能喂，我不行。我觉得每次都是你逮他，是我逮他。对，我们俩得分工啊，全逮他，那没一个好人也不行啊。感情就完全坏掉了。你这样，你把那个给他贴上。那他自己到时候就掉了。嗯。你给他贴块纱布。贴的稍微结实一点。得稍微结实点。那不然一会儿就掉了。哎呦，你别哆嗦呀。不是我说，我就是发丑啊！他上回挨针不是这样的呀。真的，上次剂量大了。当然了，咱上次得麻醉呀，你这次不用麻醉。我凑兜兜一下得了，兜一会儿算一会儿。别老动，动个屁！你没提心吊胆的，谁愿给你弄呢？多吓人，多吓人啊！他，给我吓一脸汗。没事的，都紧张了，我们上课。看看这胳膊上。全是湿的，就你，这玩意咋开？对对对对，不行，你得开上面那个吗？上面就好。你给那底下那关好，底下没关好，别待会儿他跑了。我这么关好啊？行了，跑了，行了。他要跟这儿跑了，一会儿可有事儿干了。啊，来，给我扔进去，来，给我扔进去。不应该先摘吗？先摘啥呀？签儿送了。哎呦我天哪！哎，摘了签儿就能动，我操，太吓人了这个。你看你把签儿那给我摘了，我咋整啊？我记得你刚接他的时候，你不是这么说的。狠啊！接他狠啊！来狠啊，给他。你们不是一个个都可厉害了吗？一开始，这不是彰显我们的低调？怎么慢慢都怂了呢？然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是吧？怂了呢？行吧，带他回家。发愁是什么蒙蔽了你的双眼？是延保，是延保蒙蔽了他的双眼。行吧，行吧。
哈哈停止你的言论。就是说点人话吧。别整吐了都。眼口都吐了呢。好了，我们家最大的一个事儿完成了，是最大的安全隐患。嗯，那咱回家啊。对，好多人问你们这个笼子哪儿买的，这笼子多少钱是吧？好多人想要，好多人问说我们家的猫也这么凶，然后医院处理不了，说想问问什么样的医院才有这么高级的笼子。啊，我们医院。这还是我们在哪个展会好像买的有年头的这东西。大家都看着这笼子了啊，搜搜呗，你看能不能找着呗？找不着啊，嗯，搜不着这笼子。嗯，对，淘宝上没有找到。到时候帮你问问。行，那先这样。嗯，走了。他看着历史性的一刻。怕手，咱们到家了，你得转的朝那头开。来，你来这边啊，别让我走。猛兽要出笼了。我怎么才能让他不打死我？他并没有打算打死你。他甚至并没有打算出来。你说他会打球吗？他不敢，求求你安慰一下他。让他出来吧。可以了，咱们到家了，眼熟吗？你总不能让我再把你倒出来吧？我不太敢。没事，让他自己出来吧。他不动吗？没事，咱们躲远远的，让他自己出来。闲呢，你的小手。孩子，你怎么还吐舌头呢？你这一针打的舌头回不去了。看看你妈，这是你妈。好久没见着了，还认识吗？快进去陪陪他，他不开心。你看你跟你妈长得多像，照顾照顾他。行，这样吧，你们待着吧。嗯，还是贴心小棉袄好，是吧？总觉得他是要吃奶。嗯，走吧。拜拜，花漂亮。嗯。